可能对我们来讲这就是打个游戏，但是对于选手来讲这就是竞技体育，对于这些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人来说这都是艺术。你们今天准备去 PC 俱乐部这边有什么心情还有期待吗？主要是因为是我的好朋友葛明颖，所以到那去之后应该能领我们多去一些地方转一转，跟选手什么的一起开个黑之类的，这带着我不起飞。主要我对这个电竞这一块不是很了解，也想看一下他们平时工作生活训练是个什么状态，不知道这次去 QG 能不能找到一些电竞相关的灵感。而且这古米尼号称歌王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他到底到了没有，期待一下好吧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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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不见啊，好久不见啊！我们两个歌王能够今天能够一起在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是真的对，非常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，两个人居然都在这儿啊！就欢迎来到我们这个。你这叫我就买了件衣服吗？是的，我们今天这个很有缘分啊，我们这是没有事前商讨过的，我们没有说今天穿什么，但是我们两个人一穿，真的很像，真的很像，就感觉撞衫了一样。好，我们就进去看一看我们的猫屋。很奇妙的关系，这三只，给猜一下，我猜他们都是猫。没错，都是猫啊！这一只是公猫，这只是母猫，它叫百威。百威，那一只叫做毛毛。毛毛，乖。他们俩这名字毫无关系，感觉。你可以撸撸它啊，很干净的啊，可能有那个半年没洗澡了。好，有请我们的，哎呦，来了，这是它的翻版。对，没错，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。哎。有点那个意思啊，有点就是稍微有点小白，哎，这有点撸不动这个，啊，这样认哪个是毛毛？好了，这感觉不太像，这个也不太像啊，这花纹不对，这应该也不是，不是，下一个，这小时候感觉他的腿好短呀，他俩是一个品种吗？这不是，应该也不是，不是腿太短了，下一个。哦，毛毛，这有点像这个，这他俩是一只吗？这个应该是，走，他俩这有点像，给看看，毛啊，看给看一眼，这是你吗？他说这大的是他，看这个眼睛，看这个脸蛋，看这个表情，好像是他。好，我们先拿着，我们觉得这张是的。我觉得这张是这个也有点像啊，这个我们也先拿着吧，这个应该是小儿，这个因为是我们你没有见过的，他们的儿子，没见过，对，他们的儿子，我感觉跟这个比起来，这个脸有点太像，感觉眼睛的颜色稍微有一点淡，我们先放一边，怎么都是这种照片呀？怎么都是这种大头照啊？拿着，他在那就暗中观察我们，叫我看一眼。我觉得都是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一张不是，这张肯定不是。这个、我觉得这几个都是，这差太远了。感觉这应该是，这应该就是他。那我们选择了五张，这应该是小二，对，没错。然后这两只是毛毛，没错。然后这两只就是百威，没错，百分百命中率，完美。这是。从这儿上楼吗？考虑到这个地方是楼梯，感觉问题不大。nice， 阿姨快来，牛啊，还大人呢，这马快五三快来，给他，快上，咕咕咕，快来。很明显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咕咕咕咕，不哥，那这个是自己人，同志，那还有，咕咕 ，hello， 咕咕，不哥，这个也是同志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几个了？找到两位，
找到139和那个杰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好，那139和杰杰要开始带 PDM 老师参观。好，终于可以参观了。就最佳选手，这个是，对，这个就是 flag 第一个 MVP 啊 ，flag 就这个时候，这个是那个我们当时也是，还有个球，对，有球，你看过那个？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与你灵魂附体啊！一个解说啊，对吧？也是当时也是来了我们的这个俱乐部参观，也给我们拍了很多东西，然后送给了我们这个球，就是这三个奖杯是王中央现在所有的奖杯。就是全年就是这三个奖，大满贯呗。对，大满贯了，就是可以的。这个玩意儿显然是个变形金刚。对，那个是 QG 的，它上面有 QG 的一些 logo， 就是做的啊，联名的一些。走，好，我们这边介绍完了，我们下一趴。新选手，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重庆 QG 的李哲。我是重庆 QG 小姐的这里。好，这两名选手呢是新加入到 QG 的，就是没有像他们两个这么老啊，这是比较新的。我们也年轻。其实如果按年龄来说的话，其实是差不太多的。好，开了。终于到了我们这个紧张又刺激的游戏环节。这边是Inam老师代表队带了四个职业选手。Inam老师直接是符合选到了张飞。那我带你们四个也可以。我们看到Inam老师出来先学了一技能，不愧是符合，非常拥有进攻意识。我外面我知道在哪里。在这儿先转。行了，哎呦，直接来了一技能。两下再来，这单杀了！我这边单杀第一点血太夸张了，一个辅助就直接开局单杀了对手。我的妈呀，已经亮标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有队友死了，辅助死了，没关系 ，C 位还在，想单杀吗？怎么说？两个人、三个人要越塔了，治疗点了一下四个，管被四个人针对了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来了一波，我看谁一换二。一换三，哇！这一波，伊丹老师遇到一个无敌的大龙，头等龙，哇！四杀，直接四连刀板，好了，结束了。伊丹老师在前期两分钟的时候，这个节奏带的真的非常好。好，冲了，上了，能不能走？这一波队友把你卖了，这波队友有敌的，你们要一波了，伊丹老师。这个镜有想法，极限喷反杀可以，这一波极限攻击，这一波叫个出半攻击。本局耗时八分半，八分三十秒应该是。再杀一个，八分三十秒结束本局游戏。打的呢还是非常的快啊，也是非常的精彩啊，你准备不要死。经过一场开黑之后呢，刚刚打得非常的漂亮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一些默契了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些小游戏，并且呢，我们要分成两队，第一队呢是伊恩老师带领杰杰和 Fly， 然后第二队呢是我赫特和139，伊恩老师那个队伍叫做咕咕咕队，我这个队伍叫做不哥不哥队。好了，讲话一下位置，准备开始游戏。
我们的第一个游戏《寂静中的呐喊》。开始了吗？哦，已经结束了。普通的 disco， 我们普通的摇。打扰红包，红包几个？有点接近了。普通的 disco， 我们普通的摇。如果是场梦，醒了之后很感动。普通的 disco， 我们普通的摇。disco， 我们摇。唱歌还有吗？达拉崩巴，班德贝迪，古多比路翁。达拉崩巴，对，哦，远方的朋友，你唱的什么歌？啊？远方的朋友，你唱的什么歌？什么？对对对。什么歌？什么什么谣？什么也是对的。你唱的什么歌？远方的朋友，远方的人。就这么着吧，就这么着吧。再来一个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巨龙突然出现。很久很久以前，爆炸了。不是，巨龙突然出现。巨龙突然出现了。对。时间到，时间到。猜了几道题啊？完全正确的猜对了一道。对，就这一道，是吧？半句半句。对对，我是以为是猜到差不多，我感觉基本上是那东西，好不好？1.5分。得看他们猜完啥样吧。什么玩意儿？在普通的中师大附中中统战名下，我听不到。在普通的中师大附中统战名下。下一个关注我，这我都感觉不出来啊。啊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我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，我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，我非常的强。我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，我普通的心。我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，我普通的心在普通普通的跳，对，普通的 disco 在普通的摇，普通的心在普通的跳，在普通的摇，在普通的摇，一个普通的心，我们在普通的摇，对，大拉蹦吧，反正大拉蹦吧，比你马拉马拉蹦，对对对，几个现场人员那个换了一下，严格一点来说。我们这个环节呢也结束了啊，虽然是平局，但是呢还是需要去点评一下。一楠老师，你觉得刚刚你们刚刚应该听到了那个139啊，在唱什么普通的什么心什么在跳，什么 disco 在摇，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呢？我觉得他看到这几个字能唱出来，就说明我们这东西足够深入人心，可以的，谢谢你。那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了，英雄是模仿。表演吧！哇，这个好难啊！快快快！这啥玩意？二技能。二技能这个东西，你叫我上哪去？这不像啊。阿古朵。哦，你知不知道阿古朵？你知道，你知道。花篮。你，姐姐说。阿古朵，阿古朵，阿古朵。错，扣一分。花篮，花篮。错，扣两分。Nice。二技能。冰，你这个模仿不像，你靠你。阿古朵的二技能加被动，这是阿古朵的一技能。跑舞，没错。啊，自动对一道。二技能。二技能也是这个。这不会赵云吗？然后我走过来。啊，马超。花木兰。对对对。什么意思啊？花木兰呀，二技能飞镖自我家人捡起来，下一个，对的。鲁班，鲁班，
不是不是大鲁班七号，鲁班七号，太坏了，这啥呀？这啥呀？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说呀说呀，来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魔法棒转圈，李白，不是不是，绝对不是。玄奘，不像不像。要，肯要。来，东方亮，他大。哦，公孙仪，公孙仪，公孙仪，我对了，我第一。公孙仪，什么？三个位你，我叫录下来。他这个玩意应该是这边。哦，应该是这个，结印了已经。啊，去了。我的妈呀！为什么？啊，你们全部说一遍是吗？这太夸张了。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分机啊？不可能，一进这个圈他坐下来了。还在找道具的，怎么你有这么少啊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没有。麻痹了，麻痹了。赵云，不可能。赵云，赵云一进来和三进来哪？真的吗？罗纳。哦，蔡文姬，蔡文姬，蔡文姬，乖乖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游戏也做完了啊，我们获胜方也出来了，那就是我们不哥不哥队。那么，对吧？那么咕咕咕队呢，也需要啊，要不送福利，要么就是惩罚。那看一下燕木老师怎么说？就我给大家送点福利吧。可以可以，那是什么福利呢？是什么？刚才拖了大家的后腿，这是我们过两天有一个线上直播的演唱会。演唱会是吧？请大家到时候去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呦，可以看到非常的好看啊，上面有个鸽子啊，也是咕咕咕，预示着我们这个东西准时准点。准时准点。对对对，在9月12号，绝对没有问题。8点啊，周六的晚上。好了，那我们最后这个今天的游戏呢，探访呢也都结束了，这个欢快的时光就是这么的短暂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不就喊一个口号 ，EM 老师说咕咕咕，我们就说不割不割，好，来结束今天的开心的时光吧，来吧，一二，咕咕咕咕，不割不割。今天和我的朋友葛迷你一起到 QG 电子竞技俱乐部，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，感觉自己离自己的电竞梦又近了一步，啊，希望以后。努努力创作一些跟电竞相关的歌曲吧。另外，9月12号我们有一场线上直播的演唱会，希望大家都能来看。